好，现在时间早上5:48，那我们现在人位于旗康温泉。那昨天整个晚上睡得还蛮不错的。那待会我们要徒步前往石坑温泉，去看今年最火红、最热门的一个打卡点。早上7点，我持续的在前往石坑温泉的路上。那可以看到我前方的日出已经从山峦之间升起了。我后方的岩壁也是染上金色的一层光线，非常漂亮。这种溪谷有时候也是不输百岳，它的风景。现在位于七坑到十坑之间的路上，那沿途可以看到有非常多这个温泉的源头，可以看到一些岩壁上面有一些白色倾泻下来的一些碳酸泉的痕迹。然后那这些呢，就是以前曾经是温泉的源头啊，目前是没有温泉的状态。那我们再持续周遭看有没有一些路头会涌出一些温泉水。那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十坑温泉，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目标这样子。
前石坑温泉这边的石矿的部分有左右边各两池的，那这池比较新的这池，它水的温度比较低一点，大概30度吧。那这一池大概将近40度，比较高，乳白色的那种碳酸泉搭配上面那根造型最特殊的温泉管。可以看到石坑温泉这边最有名的地标，就是后方这一根水管，被碳酸钙常年累积下来所形成巨大的一个石柱，说石柱好了。好，现在我要离开石坑温泉了，我们要准备回去七坑，结束这次3天2夜小冠山还有石坑温泉的一个行程。我们可以看到石坑温泉周遭已经陆续下面的石矿，有些碳酸钙，有些乳白色的一些温泉陆续出现在这个河床当中。看那边就是石坑温泉，今天实测下来的结果，从西坑走到石坑温泉大概要抓2.5个小时，也是不轻松的路线，那推荐给要去石坑的朋友。现在我回到七坑停车场，就是七坑温泉的一个入口处。那这边非常有特色的是，它有一个沙发，非常 cool。那刚好我们从石坑走了2.5个小时回来，也是蛮疲惫的，有一个沙发可以躺，也是蛮享受的。那我旁边这边就是昨天我们晚上的温泉坑，还有我们的帐篷。我准备要去收帐了，那等一下就离开这里七坑停车场，待会到宝来市区吃个午餐。结束这一次3天2夜小冠山跟石坑温泉的一个行程，3天2夜的行程超棒，推荐给大家。